事豪，我是姐夫，大家好。今天来做一个很厉害的茶树菇鲍鱼炖鸡蜜瓜粥。我们的材料有茶树菇，它是由柳松菇加工制作完成的。另外，我们要准备一个可爱的哈密瓜、姜片、枸杞，还有红枣、黄鸡腿。待会我会把它去骨切块。这是来自贡寮的国宝九孔包，还有一罐鸡精，这是之前割包皮，然后朋友送的，没喝完，我先把它拿来用。不是我啦。
今天的茶树菇鲍鱼炖鸡蜜瓜粥完成喽，有没有很厉害？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加入姐夫食堂。如果有任何问题，也欢迎留言给我们。姐夫食堂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